肖主席啊，我们这次来承蒙您的热情招待，我们非常的感谢，我们也获益良多。可不可以谈一谈你这次送我们那个书《我们的故事》这本书？好，非常高兴和台湾新闻界的同仁在我们美丽的家乡哈尔滨相遇。这次你们看了我们美丽的富饶黑龙江，看了我们的美丽哈尔滨。黑龙江媒体很好，但是作为警察电台，我们还有没有？因为这次您来，我们也知道这个媒体中，在这个警务方面，我们有法的频道，还有警察电台没有，所以我非常欢迎你来，也通过你们这个电视台，使我们开阔眼界。老新闻从业人员，我还作为作家，这几年我写了关于北大荒老知青。知青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特殊的群体，就是在中国文革期间，很多那个中学生，因为中国当时特殊情况，大家都到了响应政府号召到农村到边疆，大概在那前后十年左右时间，一共有2300万。或者也有2000万左右的这个中学生到农村边疆去，这些人在农村经历很多苦难，自己也增加很多才干，经过十年的这个下乡艰苦劳动，后来陆续七六年开始，邓小平指定以后，他们又回到了自己城市，这些人很多人后来成为我们基层的领导干部，成了专家。那么在中国这个政坛上，有很多的高级领导干部是出身于知青，在农村承受劳动，现在这些人很多人将走上高级领导岗位，他们将领导我们人民建设复兴这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，这一波人的命运应该值得无论是海峡两岸的关注。所以我写了两本叫《我们的故事》，对，我们就是那当年的知青，所以我把这个书赠给大家朋友，通过这个书你们可了解那一代人他们的人生经历，将来这个人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。希望台湾朋友也关心老一代知青的命运，也欢迎你们常来，这大陆的人和你们亲如一家，希望台湾人民生活得更好，希望两岸共同振兴我们中国中华民族的经济和文化。对，像这一次我们来啊，我们是带着我们的心，带着我们的情，在这边领受到了，我们黑龙江我们同胞的心的情，这个两岸的心和情结合起来，就是我们叫做中华民族的心情。这个我非常谢谢蒋主席推动这个两岸的交流，将来啊也很欢迎蒋主席能够到我们台湾去进行我们这个两岸交流。欢迎你们常来常往，我们既然亲如一家，就是一家人啊，一家人走动应该更多。现在从哈尔滨坐飞机到台湾只有3个半小时，那我们在省内从哈尔滨到任何一个城市远程也得3-4个小时，所以真是我们好像很远，但是很近。对对对，距离近，心也近。欢迎你们常来常往，给台湾的朋友、给警察、新闻媒体与同仁向他们表示敬意，而且向警察、广播电台、电视台的听众、观众问好，谢谢大家。这个我们这几天呢、不管是在哈尔滨，不管是在亚布力，不管是在伊春，不管是在友谊北大方的地方，所碰到的我们大陆的同胞啊，都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亲切，非常的这个有这个兄弟情。是是。所以我相信将来蒋主席如果到台湾来的话，我们也一样会有这样子的亲切对待。是的，是的。好，欢迎蒋主席到我们台湾来。谢谢，我一定会去。好，谢谢。